啊，哦，哥，我昨天晚上把你毛巾也洗了。行，这小子脑子没坏，还知道咱这儿该巴结谁。我没进来以前，他们这帮人也这么对你吗？并没有。 说实话，为什么总把我做事儿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想跟着你，心里踏实。这屋里这么多人呢，就跟着我。我觉得你跟这些人不一样，你是好人。我的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，我还好人呢。 我刚到这间监室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愿意搭理我，只有你愿意搭理我，还把这间阳春山给我传。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爷爷，你是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。你真把我当成你哥了。 其实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盼着能有一个罩着我的哥哥。行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哥。哎，哥，我不相信你会杀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眼睛里面没有杀气。 你对我这么陌生人都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肯定是警察搞错了。就像前段时间那个贩毒案，要不了多久，你肯定就能出去了。